琳琅满目的日系药妆是不少人疫情前去日本旅游时的必买清单。随着日币大贬，出不了国又不想找代购，有新配包。日本亚马逊官网下定能直送台湾，以知名日系品牌吹风机举例，官网售价4990元，但购物网站直送台湾，包含运费，折合台币只要2757元。另外，十人份的大电锅，台湾原价是15990元，现在点击滑鼠下单就能用7826元，等于半价以上的价格轻松购入，即便有运费也划算，让消费者都好有感。因为现在就是网购都已经有很多折扣了，这样子，所以可加再加上日币贬值的话，就会是真的会更想买。因为现在宅经济嘛，比如说在家做饼干呐，这种就是小家电。日系商品买气夯，除了多注意汇率外，锁定出清折扣也是省钱小配包。疫情有比较趋缓一点的时候，然后就因为就开始会有代购，他们是可以直接去日本买。然后会就会比较更便宜一点。在日本的话，就是可能在换季的时候，他们的就是出清都会比较多这样子。日本网站上换算下来，价格全都直逼半价。民众在买东西之前，先按按计算机，说不定能为自己省下一大笔钱。镜新闻蔡庆莹、洪伟涛采访报道。